我们往这边跑，你们两个是在原地别动。你，对他，站住！ 叫你找你找。老大，裤子太紧了，我施展不开，我回家换条裤子可以吗？废。喂，你们至于吗？不就5000块钱吗？又不是不还了，真搞不懂你们这些要债不要命。不还钱，我们就拿他抵债。10天，10天之后我一定还你。8天，欺人太甚！我们只要7天，6天，5天，后天，哇，没天，好。七小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耍我呢？现在就给我回家！我现在就去市区赚钱，回来之后把钱甩在你们脸上。搜的深，有多少都拿来。